嘿，我又来了。我现在在这个风车底下，我真没有想到这个风车竟然是一个木质结构。这个是船，但是呢上面都是拿木头搭出来的，整个的风车就是一个大木头。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木头，非常的屌，看到了吗？这是砖，砖上面立的是木头，这个木头你看相当的厚。然后中间这一块呢是有一个横梁啊，这是有点像中国的这种横梁式的建筑结构啊，这是一块大木头，非常厚的这块木头，然后立在两个东西之间，然后中间这棵树你看多粗啊，然后是这样上去的，上面都是木头啊。我可以看看底下，你看这一块的结构也是，中间有一块木头横着穿过这个大木头，然后停住。你看，它这是有一个槽的，在这个位置，啊，正好能卡住。这个位置也是一样。然后，但是这块有个铁箍固定这几颗木头，给它卡住，卡住了中间这个最粗的这一根，然后顶到顶上。啊，非常的有意思，这是个木质结构。这个我觉得跟中国的建筑是很像的。